Hello， 你好嘛，我是阿贝。今日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睇向日葵花田啊！提起向日葵花田咧，大家可能即刻谂起日本，谂起北海道。但依家咧冇得飞日本，冇得搭飞机，唔紧要噶，因为咧香港咧搭巴士咧都可以去到一个面积超过35,000尺嘅向日葵花田。讲紧嘅当然就系呢排好 hit， 好多媒体介绍嘅元朗信心园啦。去元朗信心园咧，大家可以搭976K， 可以选择喺朗屏站、元朗站或者上水站上车，喺石湖围站嗰度落车嘅。咁今日我哋就系选择咗喺上水站上车。首先 A 出口出过去彩园村嗰条天桥，行到中间咧就落楼梯过去对面马路嘅彩园路巴士站位置等车。注意翻，原来咧不设泊车位，最近嘅私人停车场咧都需要步行约15分钟嘅距离，而且咧揸车容易导致村内交通挤塞，所以咧都建议搭翻公共交通工具过嚟啊。咁除咗搭巴士之外咧，呢几架小巴咧都可以去到嘅，都系一样喺石湖围站落车。咁上水搭巴士出发嘅车程咧就大约25分钟咧就会到达噶啦。我哋就喺身后边呢一个石湖围站落咗车啦，咁落咗车之后咧，我哋就左手边反方向直行。咁行前大约2分钟咧，其实呢个位置咧，我哋就转落去。咁如果咧你系朗屏嗰边上车嘅话咧，就喺对面嘅巴士站落车嘅。之后嘅指示咧都好清晰，跟指示箭嘴行咧就 OK 啦。首先穿过桥底，然后过小桥继续行，再转再一路直行就到啦。落车开始行，全个路程大约行8分钟左右。元朗信心园咧位于元朗新田小磡村，坐拥35,000尺嘅农地，一年四季都会种植咗唔同嘅花种。前几个月咧冻啲嘅时候咧就系种植咗剑兰同埋百合花。咁到咗夏天，每年4月至10月嘅呢度咧，就会有一大片向日葵花海盛开啦。今年咧已经系第4年对外开放举行向日葵太阳花节，系由4月17号起，直至另行通知。开放时间咧就系上午8点至到下午6点，系唔需要预约嘅。咁入场嘅保育费咧就需要每人50蚊。量好体温，俾完钱之后咧，职员就会挂条紫色嘅带喺你个袋嗰度做识别。哇，好靓啊！睇下，已经见到好大片向日花、向日葵花田，仲有个风车添，就眼睇有冇少少欧洲的感觉呢。靓啊！咁喺落去花田影相打卡之前，介绍翻呢度嘅设施俾大家先。一入到嚟嘅右手边咧，就会见到一大片花田，而左手边咧就系小卖部同埋厕所嘅地方啦。信心园呢度咧，好有心思咁样设计咗好多好靓嘅装置，就好似头顶呢一啲小雨伞咁啊！今日咧都几热下，好彩咧呢度系有休息区同埋有冻饮卖啫。小卖部呢度咧仲有蚊拍水、盆栽同埋园艺产品添。厕所咧都尚算干净卫生噶。好啦，介绍完我就要急不及待落去向日葵花田打卡啦。呢度嘅花田咧间开咗一行行，好贴心咁样咧可以俾大家行入去影相。但记得要遵守翻呢度嘅规矩，就系唔好用手触摸鲜花，唔好打开雨伞。入去通道之前记得将背包同埋大袋放好喺田边嘅黑胶箱里面。因为佢啱啱落完雨，所以好湿啊条路。啊，尝试下睇入唔入到去先。一定要揀一对咧，唔系哇，听到啲声好核突。其实行到嘅。但大家一定要揀一對冇咁心愛嘅鞋過嚟。向日葵又名太陽花，花如其名，最中意咧就係朝向太陽開花。喺盛夏時期咧，綻放得係最燦爛噶。
有留意开我另一个 channel 背游日本的朋友都知道我曾经去过日本的向日葵花田两次，分别就是奇玉苑和北海道的。但两次其实都没有 K 先生在身边，所以两次都没有 K 先生帮我操刀的美照啊。等到今天终于有机会了。在这里望着一大片向日葵花田，真的非常赏心悦目啊。现在大家看到开得这么漂亮，拥有啡色心的向日葵品种就是叫做香吉士，亦都是北海道经常见到的向日葵品种。另外信心园这里还种植了黄色心的品种叫做金钻。不过今天这块是香吉士隔离的金钻花田就没有开放给大家亲近了，只能够在栏杆处这样望入去观赏。而除了传统的黄色向日葵之外，今年园内还特别栽种了全新的红色向日葵品种叫做红透半边天。现在这块花田就只是开了 20% 花左右，过多一星期即是大家看紧的这个时候就应该会开满的了。红色的向日葵真的非常特别啊。除了红色之外，今年其实还有全新的香槟色向日葵品种夏日之傲雪，但是我来的这一天已经谢了没得看了，可能你们迟些来的时候就会有新一转看到，到时记得send翻相给我看啊。而除了向日葵之外，这里还有万寿菊和鼠尾草正在盛放当中。乍眼看鼠尾草以为是薰衣草啊，因为都是一片紫色，再加上向日葵真的好像有去了北海道的错觉啊。再走入一点好像还有花田，现在就等我们走入一点看看先。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借了的向日葵世界，跟我过来看看啦。向日葵的花期其实很短，它们的开花寿命大概只有10日左右，所以这边的花田全部都已经过了盛开的时间，凋谢了。大家不需要担心，当看到我这条片的时候向日葵会没晒借晒来到什么都没有，因为这里是不同时期不同日子就会不同的位置会开花的，所以大家看到这一度位置的花借晒就是之前开花的地方，现在就是门口的花田开花，所以你来到的时候就是不同的地方就会开花这样。总之就是热的天气这里都是依然会开花的，我想应该直到10月左右来都没问题，带了步的。大家可以留意住信心园的 Facebook page， 他们隔几天就会更新园内的开花进度，去之前就看定先啦。在厕所休息处的后方，信心园还布置了很多漂亮的装置给大家打卡影相，真的挺有心思的。但这个时候见不见到太阳出来了，有阳光啊，所以我要出去跟向日葵拍多次相先得了。虽然这里标榜有35,000尺，但因为不同时分不同日子都只得某部分的花田开花，所以可以见到向日葵的范围其实都不算很大，但都很多谢园主梁日顺先生、顺哥和一班农夫辛勤的种植，打理出这么漂亮的向日葵花田，令我们知道不是只有日本，是香港都可以种植出一大片这么漂亮的向日葵的。好啦，咁今条片就到呢度为止，希望大家会鍾意我哋嘅分享啦，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